得失唔紧要，我学咗好多样嘢，我知道好多嘢，为我更大嘅成功做好准备。我哋只不过系俗世嘅人，我哋只不过系几亿万人里面嘅一点嘅啫。几亿万人里面咧，几十亿里面嘅人咧，表面上系会失去咗好多样嘢，但系实际上开拓未来。你出嚟做嘢先啦。我个女出嚟做咗一年嘢左右咧，佢翻翻去读 U 嘅时间咧，佢嘅成绩系好咗好多。我知道消费者佢嘅要求，呢个必须要有人去推动，有人去做嘢，唔单止系去改变佢哋技术，更加重要提供健康嘅食物俾我哋城市嘅人。愿于事无补。改变佢，这个方法不行，第二个再入，第三个再入，第四个再入，我不相信没有一个方法不行。其实的而且确我都做了很多不同的行业，整个灯试验2000多次，这个就是我现在去做的工作，顺风顺水直到尖沙咀。不紧要，不同的 product 有不同的买家，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买家的，百货应百客，记住这样东西。已经有你的技术，你有你的专业，除非人家不需要这类型的角色，如果他需要这类型的角色，他就必须要去找你。即管写问题来，写问题来，答到就答啦，答唔到就